韩国阿猪妈超霸气，任何大小事都难不倒她。有一些场合就是不要有正义感，喝酒的场合有一些人吵架，就是你不要去帮忙解决那个问题。这时候如果你放一只阿猪妈进去的话，就解决了。韩国其实不需要警察，因为韩国有阿猪妈。那可不可以派一两百个到西班牙执勤？一定要锁定今天晚上11点，就在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